新北市优三电视回馈用户准备200外奖项，举办大风扇抽奖活动。得奖名单已经公布啊！头奖电动机车，抽到住伫淡水李小姐，伊嘛亲自领奖，而且分享家己收看新北市优三电视的经验。新北市优山电视为了回馈休息后举办抽奖活动，奖品有电动机车、电视、平板电脑等等。三月六号中昼，新北市优山电视总经理周祥仁特别是亲自颁奖和得奖的人。非常感谢新北市有线电视的收视户哈，这一阵子以来对我们的爱护跟支持，那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大放送的活动办得非常的圆满。那我们这次的大放送的那个抽奖呢，最大的奖是一部电动机车，那我们还有两个，第二奖是那个43寸的液晶电视萤幕，那总共有将近200个奖啊，那有奖品非常的丰富。也感谢新北市有线电视公司哈，给我这个二奖了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这赞助的单位哈，很高兴。也希望说我们新北市的人都用你们的台。住伫咧淡水抽到电动机车的李小姐表示，原本所使用第四代收费较悬，改用新北市优刷电视以后，会使用更较俗的介绍来看节目。刚好朋友他有装嘛，他就介绍我，然后我装了以后，我好高兴，因为里面有一个那个影集是我很爱看的，《三人行》啊，《小淘气》啊，都超好看的，我每天都看的好快乐。目前新北市优刷电视服务地区有淡水、新庄、五股、泰山，每个月费用只要150元，这部丰富全新频道，给观众有新的感受。我们现在平均一个月只要150元，那一年缴大概1800元就可以收看一年的有线电视。我们的节目是全新的数位有线电视节目，那可以给各位耳目一新的体验。新北市优刷电视新的节目者重播率真低，希望会使提供传统电视台的客户一个更加优质的新选择。记者新竹电话三重彩虹报道。